这是相约北京冰球国内测试活动上五棵松体育中心即将呈现的一幕。当灯光暗下来的那一刻，伴随着激情的音乐，无数满天星瞬间亮起。这些满天星是无线群控技术控制荧光棒所产生的，每个独立的荧光棒可以呈现256个颜色。测试赛期间，场馆内3000个座位会安装上荧光棒，还有18台专业投影仪以冰面为屏幕，把动感震撼的内容展示在冰面上，结合音乐打造出一场华丽的视觉盛宴。